君主，请您伸出手来，让老夫好好脉吧。林太医，您可知道你已经中了你自己亲手调制的镇魂之毒？若不及时拿出解药的话，恐怕你今日就得丧命于此了。林太医，君主，你脸上的红疹。 既然你都知道我们的秘密了，那你应该懂得要怎么做了吧？嗯，你是圣州人。既然你心里清楚，那还不速速交出解药？我身边没有解药，解药在太医院呢。那你让他去拿。有几味药是禁药，没有老夫的允许，任何人拿不出来。 唯有老夫亲自前往。你以为我会信你的话吗？我说的是真的，郡主，我没有骗你们。那我们就随你一起去。林太医，就在这说。 我们是郡主的护卫，是来给郡主抓药的。您，左边，第四行第四格，3000。林太医，为何不按药名抓药呢？多嘴，按我说的做。右边，第六行第一格，4000。 看清了我让你抓的药了吗？是，看清楚了。马上拿到后院去监督，现在就去。郡主，你刚刚让他抓的这两味药，一位是鬼刺，一位是知客，你是在向他暗示我们是刺客，对吗？我就知道你会不老实。什么人？ 这回应该是真的了吧？千真万确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你送我们一味毒药，我也得还你一味毒药。张嘴。五毒散。3日不吃解药，你必毒发身亡。你要是跟我回圣州啊，我父王的毒药是解了，我必定给你解药。 还有一事，你现在汇报给你们家大世子说，郡主得了重病，不宜婚配。不单如此，你还要让他跟大世子说，我得的不是一般的病，是十亿，已经传给太医院的属下了。若不把我及时送回雍陵去，后果不堪设想，知道了吗？若想活命，还不快去？是是是。